嘟嘟嘟嘟嘟嘟嘟，同志们。那既然这期节目这个标题大家也看出来了，这是上一期节目的下一集是吧？那大家就知道我手里拿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什么东西吧？啊，牛蛋蛋是吧？就是自从我哥去了那家饭店以后，大家有没有看到他一直在说这个东西好吃啊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味道不一样啊什么的？他不光是在视频里说，他跟我也这么说，我就嗅到了一股阴谋的味道。因为他什么？他说，哎，你买几个，你照着方法做一做，尝一尝，然后你就。也拍到节目里，那意思是好像这个东西我就怀疑它到底好不好吃，所以说在这忽悠我让我尝一尝，然后但他这么一说我就更感兴趣了，那我肯定我就买回来尝一尝。哎呀行吧，那今天咱们就把这个东西按照那家就那个叫什么 The Buckhorn Exchange 那家餐厅那个方法就油炸我们试一下，在这之前估计再腌一下。同志们怎么样，椭圆也是圆，哎，我这回可是付出重大牺牲了啊！你就看这条纹，我的天，是不是应该鼓励我一下，操作一波呢？今天准备用两种办法呢，一个就是，三件套，对吧？鸡蛋、面粉加面包糠。那另外一个，是我们阿伟出的馊主意，他说让我干炸一下，还不够狠吗？还得干炸。哎呀，然后今天还要做一个酱啊，做一个酱，再配它一下。因为我哥说了，这个，下蛋的菜我也没准备，因为我估计吃完这东西，别说菜了，什么也不想吃了。那个下蛋的酱我还是可以的啊。然后这东西，哎呀，今天，哎呀，我看我这，哎呀，估计能不能完蛋，哎呀，就不知道了啊。咱们尽力啊。哦，好点了，啊，加点淀粉洗了洗，好点了。刚才那个味儿，我太重口了。好，同志们啊，我虽然刚才是已经洗了 N 多遍，但是呢，闻起来总觉得还是有点奇怪的味道。为了尽量去还原它的那个，就我老哥吃的这个感觉，我有尽量少加。那连酒呢，我都没用料酒，我用的是龙舌兰啊，加点龙舌兰，哎，加点盐，黑胡椒。最后呢，我就想了想，还是，就想就去为了去这个腥味啊，我觉得还是加点孜然，然后我又加了点花椒粉啊，大概都是一茶匙的这个量。行，好，就这回这个味道终于啊没有那么黑暗了啊。那行，那现在我们就把放在旁边腌制一下，我们做一个下蛋用的这个酱啊。这个酱汁简单，先准备一点蛋黄酱啊，然后我们加一些蒜末，哎，加一点洋葱啊，差不多这么多 OK 了啊。主要是这个提鱼，这是提鱼罐头，然后我把它剁成了末啊，然后加点黑胡椒。我喜欢加点无糖酸奶啊，但这个可加可不加，不加也行啊。好，来点柠檬汁，最后再加一点帕玛森奶酪就行了。这是今天这个下蛋的酱。好，同志们，看这个横断面了吗？好，我们蘸一个普通版三件套啊。哎，面粉、鸡蛋、面包糠。那第二种干炸的我们就只拍粉了啊。做完了啊，这个呢就是裹着面衣炸的，那这个就是干炸的啊。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你要是不处理单吃我觉得还行啊，就这玩意儿处理完了以后你再做完了，哎呦我去去行，先尝一下啊。没什么感觉啊，反正我吃这一块好像还真是有点像那个炸猪肉片啊，大家看一下横断面，就是你看就炸猪肉片那个感觉啊。放点酱啊，哎呦我给你这个酱可好了，你要说口感就猪腰子，就是咱吃那个爆炒腰花差不多就是那个感觉，反正吃起来咯吱咯吱的还行。我本来以为我哥，我跟你说我哥给我
那个暗示我好几天了，那意思你买了吗？买了，买了，我就觉得在忽悠我。他说还行，基本上是我哥，我估计应该是我哥那个吃的那个感觉差不多，但是因为他的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牛蛋，这么大，所以呢，他可能有的地方切下来以后是没有外边那层皮的，嗯，没有外边那种筋膜，那没有那个筋膜，他吃的时候呢，就非常像那个炸猪肉、炸猪排那个味道。啊，你一旦吃到那个地方带着个筋膜，尤其是那个但中间有块筋，那吃起来就是跟腰花特别像啊，就是这个感觉。干炸的，干炸的啊！我刚才就做完了以后撒点黑胡椒和那个花椒粉啊，就是跟椒盐差不多这个感觉是吧？干炸的尝一尝，要我说啊，它就在干炸的，酥脆，很酥脆。啊，中间那个地方呢，哎，又是有点弹性的，就好吃。你看，听我这声音嘎吱嘎吱，哎，好吃，还不错。嗯，干炸的行，而干炸的就没有那个味道。那等会儿也不敢这么说啊，等我再嚼一嚼。咽下去我就知道了。哎，没有，可以，干炸的行，干炸的这个味道不错。这两个比的话，我选做这个干炸的啊。但是这我这个是我和阿伟我们两个人大概这么琢磨出来，就是应该大概是这么做，但人家那个店对吧，18几几年人家就成立了，可能多少有点小秘方，所以当时我哥问他能不能到厨房去拍，人家说不行，不能到厨房去拍，可能就是有点诀窍在这里边。反正我觉得两种方法都行吧，都还可以。然后这个牛蛋蛋呢，反正你都觉得新鲜哈，尝一尝也行。但这东西我觉得没必要花那么多功夫啊，就是万一有人做，有人店里人家专门一道菜一做，你去尝尝是可以的，挺有意思。好，同志们，今天这个叫什么山丘生蚝的这个试吃呢，就到这儿了哈。剩了一些，这些是干什么用的呢？一个是我们给我们摄像机后的阿伟啊，他也想跑不了是吧？还有剩下几块，本身呢给俊龙，我今天给他打电话，这小子哎吃牛排就来，吃牛蛋的哎不来了跑了，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啊？一会儿过去以后给他一定要给他尝一尝他们。